WhatsApp 俾我聽聽。啊，好，好，好，多謝。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咧今日嚟臨出席咧音樂堂銅鑼灣分校嘅開幕典禮喎。今日咧都好熱鬧，人才仔仔見到大家都逼到埋出邊，大家唔好意思，可以再就即刻開始啦。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劉慧欣 Felix， 大家好。好。堂是首間專門教授 saxophone 和提供一站式教學的音樂學校來的，宗旨就是推廣本土 saxophone 的音樂文化，培育年輕人，和亦都為 saxophone 愛好者和有興趣的人士提供優良的師資、環境和樂器的服務。音樂堂的導師對 saxophone 有豐富的認識，和擁有專業的水平和豐富的教學經驗的。在創辦人張志仁先生和市場及亞洲業務總監高松仁先生的管理之下，在這14年都帶領了音樂堂團隊屢獲佳績和讚賞的。而今天大家身處的地方知不知道有什麼不同呢？其實是有兩大的特點的。第一就是這間音樂堂銅鑼灣分校的風格是別樹特色的，注入了不少的藝術文化元素，期望學生在學習過程當中都可以深深體會到香港的文化和藝術特色的。另外第二樣呢，這裡的上至下的設計，所有的裝修都是兩位創辦人收工之後夜晚放工之後就快快地貼上去的。市場和業務總監高松仁先生就寓意就是叫做一步一腳印，勉勵年輕人成功從來都是不是偶然的，是沒有意外只有計劃，沒有運氣只有策略，沒有投機巧合只有不斷的努力，不要怕辛苦，努力地追尋自己的夢想。在活動開始之前，接下來就會由音樂堂的學生 Alan Silver 現在已經晉升為香港新晉的 saxophone 導師，有10年以上的演奏 saxophone 經驗，演奏級 saxophone 小提琴接下來演奏歌曲就是 Kelly's Whisper， 我們有請 Alan Silver。 Alan Silver 出場，好帥，再給你掌聲他吧。
落嚟咧，就係由創辦人張智仁先生致辭嘅，有請張智仁先生。各位嘉賓、各位傳媒的朋友，多謝你今天的來臨 ，thank you 曬。OK， 咁啊，地方選擇啦，咁啊，曝光少少啊，咁啊就頭先阿 Alan 咧，其實咧就係好細個跟我哋學習 saxophone 噶啦，咁我諗係小學六年班度，哇！係咁，佢而家都讀完大學啦，係啦，咁啊都會投身喺我哋音樂堂啦，就負責教我哋嗰啲嘅新進嘅新學員啦。係啦，我音樂堂咧，其實咧就到今日為止都行咗14年嘅時間啦。咁我哋亦都籌備咗，我諗都大概有10年咗，都先會籌備到呢個銅鑼灣嘅分店咁樣。咁我哋一直以來就培育呢個嘅青年人啦，同埋頭先阿 Alan Silva 個聲音好唔好聽啊？好聽。咁我都用咗大約好多時間去研究 saxophone 啦，嗰個 saxophone 係我哋研究出嚟嘅。咁啊依家可以研究可以影下相啦，咁啊 Auto 嘅牌子啦，咁亦都有我哋擺咗好多心機啦嘅後邊呢個咧智能嘅自動流動補習老師，係啊，咁我哋有個電話咁樣 download 咗呢個 software 咧，咁而家都 download， 咁全世界有40万人咁緊噶啦，咁啊可以自己學習啦，咁同埋都幫助到啲窮困嘅人啦，跟住啲學生咧，其實自己好想去到學啲音樂啦，咁好多時經濟唔好啦，咁免費嗰啲，咁自己翻屋企可以俾阿博士先。係做宣傳啊，係啦，咁啊可以幫到啲同學仔啦，可以自己學習啦。好，咁咧咁就其實都熱啦，咁我差唔多，好驚啊，其實好少會咁講嘅啦。好啦，咁跟住就依家大家係啦，我俾啊，咁其實歡迎曬，歡迎曬。好。咁嚟緊落嚟會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政治助理施俊輝先生致辭嘅，多謝。各位主禮嘉賓、各位嘉賓，大家下午好。好高興咧，今日有機會嚟到即係參加音樂銅鑼灣分校嘅開幕禮啦。喺度咧，衷心咁恭喜阿張 Sir 同埋阿 Jackie 先，或者大家俾掌聲啊！頭先睇到即係有位學員啊 ，Toby 嘅表演咧，即係大家見到即係佢咁多年前咁樣學，即係睇到其實你哋咧非常之有經驗啦，教 saxophone 呢方面，咁啊亦都即係培育出即係桃李滿門啦，而家都即係有少少薪火相傳咁樣，一代傳一代佢哋即係你哋嘅學生已經都做埋導師啦，咁即係證明你哋係相當之係有經驗嘅，將呢、這個saxophone 嘅呢個學習咧，即係傳揚開去啦咁樣。我就唔識吹嘅，咁啊我知道陳克勤議員識，咁咧間可能咧，可能我哋個壓軸嘅秘密表演可以咧，陳議員都可以即係為我哋表演一下。不過我如果你話我有冇興趣學咧，其實我都有嚇，因為我就我又有彈琴啦，有即係吹中國笛啦，咁啊少少即係都有少少音樂方面，不過就嘅經驗，但係就唔係好專長嚇。咁啊，希望第時如果有機會咧，即係有時間你又唔介意都可以跟啊，即係張 Sir 啊、Jackie 你哋咧去請教一下咁樣。咁啊，我喺呢度咧就再一次咧祝賀你哋啦！祝願你哋嘅業務蒸蒸日上，亦都祝大家咧係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多謝大家。嚟緊嘅嚟會係立法會議員陳克勤 JP 致辭，請陳謝曬。多謝阿張 Sir、Jackie 同埋我哋咁多位主禮嘉賓啦，咁多位朋友。我咧就冇諗過要講嘢嘅，不過咧就張 Sir 叫到咧，咁啊講幾句，因為咧我自己咧就係阿張 Sir 嘅學生嚟嘅，正如頭先阿鄭座所講。咁我今日睇到個名單嘅時候，我心裡面都諗咧，可能係好多老友記咧，依度咧在座都係阿張 Sir 嘅學生，我唔知道有幾多個可以舉下手睇下。好啦。你的學生不是很多出席喎，今日我哋分時段啦，唔緊要嘅，因為咧我自己咧就其實點解要學吹 saxophone 咧？因為我自己雖然係從政啫，不過都係一個幾怕醜嘅人嚟嘅。咁我問我師傅，
重慶有啲咩條件啊咁樣樣。我師傅就同我講咧，第一你要識即係講下爛劇，要學一個爛劇；第二個咧，你要識唱一首歌；第三咧，你就係要即係要有一個好嘅老師。咁咧，我爛劇我就唔係好識講嘅，咁講嘢咧又麻麻地，咁所以咧我唯有咧就諗下唱歌啦，但係自己又五音不全，所以去到最後尾咧，我就跟住我朋友咧揾阿張 Sir， 即係學下吹 saxophone。咁喺半年嘅時間裏面咧，我自己都識吹兩三首嘅歌啦，勉勉強強都可以即係出嚟見下丑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嗰個時間嘅問題咧，我就冇再即係有機會咧跟住阿張 Sir 學佢。但我自己覺得咧，其實阿張 Sir 除咗用一啲好特別嘅方法去教我哋呢啲完全唔識樂理嘅人，等我哋可以好快上手去學吹一首歌之外咧，其實佢喺嗰個社會上面咧，亦都係服務我哋香港市民好多，特別係佢會帶住一班嘅年青人去一啲社區裏面咧，係即係演奏一啲樂曲，係俾我哋一啲嘅基層嘅市民啊、弱勢社群。咁呢個就正正係我哋中國傳統裏面咧有一句説話咧，其實今日好啱我哋音樂堂去聽去講嘅，就係話獨樂樂不如與眾樂樂。既然我自己一個人匿埋屋企去彈琴去唱歌，自己人聽的話，不如我將這件事呢教開去，教到社會上面，也都跟我們社會任何的人呢一起去分享。所以呢，我很希望呢張 Sir 和 Jackie 呢在未來的日子裡面呢，除了收多些學生之外呢，也都將這份這樣的心意呢帶到我們香港裡面。希望你繼續努力，希望音樂堂的同學呢都能夠學有所成啦，我們音樂堂也都是桃李滿滿。多謝曬。陳克陳議員，咁嚟緊就係大家樂集團主席陳宇光博士致辭。張 Sir、Jackie、各位主禮嘉賓，其實我都冇諗住打算講咩特別，因為我連五線譜都唔識睇，唔好講話即係吹 saxophone 啊咁。但係基本上今日參與呢、這個典禮咧，都係受到阿 Jackie 同阿張 Sir 嘅感動。幾方面啦，咁一方面就即係年青人追尋夢想呢樣嘢係一個必然社會嘅動力嚟嘅。咁我覺得年青人追尋社會追尋呢個夢想，又有年青嘅幹勁，咁可能即係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使命。對我哋年青人都好多啟發。我感覺咧就係、是夢想，我諗人都有噶啦啊咁啊。最好的夢想就是能夠即係照亮自己又照亮他人啦。咁我諗今日嘅 saxophone 嘅學堂咧，係絕對係做到呢樣嘢。我諗其他嘅即係關於學堂嘅優良嘅地方咧，我都唔需要長處講咧，因為好多話一站式啊，或者用一啲電子嘅或者科技啊去教我哋嘅學員啊。甚或咧，我諗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呢個學堂咧係有呢個社會責任。慰藉到我們的學童啊，帶來他們很歡樂。所以我覺得音樂呢對我來說，雖然我不懂彈琴，不懂即吹 saxophone， 但我呢就對音樂一向都是 很喜好的。最近我都搞了一個青少年 的音樂會啊，希望呢就跨代共融，令到即兩代都能追尋這個樂趣。說到底，音樂其實都是一個即係英文咧，音樂其實 music 就係嚟自拉丁字，係叫做女神的藝術。咁我好開心咧，就見到呢個女神嘅藝術咧，不單止可以發揚光大，更加可以咧慰藉社群。多謝大家。嚟緊落嚟就係世界十大傑出青年恩偉喬博士致辭。大家咁啊，張 Sir、Jackie 咁多位助理嘉賓，咁多位來賓，咁啊，首先恭祝我哋音樂堂喺銅鑼灣呢個分校啦。咁我都好同意，好似阿張主席所講咁樣，其實張 Sir 同阿 Jackie 咧，喺佢呢段時間裏面嘅拼搏去奮鬥，咁跟住咧就開到呢個分校。咁我俾到佢哋兩位嗰種感染力同埋動力咧，令到我都～好年青啊！見到佢著件衫都係學生哥嚟，所以趁翻佢哋音樂堂嘅色，咁啊希望音樂堂嚟緊咧，
教多啲我哋啲香港嘅學生，好似你哋兩位咁樣，為自己嘅夢想、為自己嘅目標去拼搏，創造自己嗰、那個人生嘅成果。咁啊，繼續祝你哋咧，希望開第二間、第三間、第四間嘅分校。咁啊，將音樂去教育翻去，傳播開去，好嘛？咁啊，多謝大家，多謝，恭喜曬。多謝殷偉喬博士嚟，之後是市場及業務總監高松傑先生致辭。好，大家好啊！咁我冇幾位嘉賓咁咧，我要睇稿，係啦。咁啊，各位嘉賓，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啊！咁我係高松傑啦，咁好多謝大家今日去抽空出席我哋呢個典禮。咁啊，即係今日銅鑼灣終於開啦，咁即係證明咗。大家社會各界對我哋音樂堂都是認同的。咁啦，咁頭先司儀都提到啦，咁其實我點解銅鑼灣分校會有啲咁嘅即係咁嘅特色咧？咁我其實喺網上邊做咗好多 research， 咁發覺好多琴行其實都唔會用呢啲咁嘅風格去做。咁我其實想做一個與別不同嘅音樂學校。係啦，咁可以見到啦，依家學校上至裝修，下至設計，再夜晚黑去黐一貼一貼黐上去，都係我哋自己去黐上去嘅。咁我哋最終都黐得成啦，係嘛？黐得成，未甩啦，掹下先。咁即係其實寓意其實都想鼓勵我哋嘅年輕人咧。其實你可能個表面你可能見到好困難。亦都可能中間實踐夢想的時候，亦都係遇到很多波折。咁但係當你確立咗一個目標的時候咧，無論點辛苦，只要係堅持去做，用心去做，點樣都會成功嘅。即係到最終可能個結果未必如理想，但係最終我哋會無憾。第二將會都推出㗎啦，咁希望幫到我哋，即係唔好話香港啊，甚至乎幫我哋香港增光，去令到全球有更多嘅小朋友係啦，都可以學習到 set 風，學習到音樂。有大嘅事。好，咁另外啦，咁啊頭先淨係講做生意唔得㗎嘛，係咪先？咁喺社會責任方面咧，咁其實我哋音樂堂過去呢兩年咧，咁都有做唔少嘅慈善活動嘅，超過36項，包括贊助同埋支持嘅。嘅活動，咁我哋亦都有音樂堂嘅音樂隊，咁義工隊啦，義工隊咁會去出面去啲醫院啦、老人院啦去做表演啦，咁甚至乎啦，咁頭先張 Sir 佢哋都冇講嘅，我哋每年咧都會有提供啲免費嘅學額，去俾我哋真係攞綜援或者係啲弱勢嘅小朋友去。讀免費讀 set 風，咁大概讀到五級到啦。咁我哋期望銅鑼灣分校開，甚至乎第日再有其他分校開，即係點啊？即係我哋有更多地方可以提供更多免費學額，可以做到一個音樂無界限呢個效果。係啦，咁我希望可以做到嘅。咁到最後啦，咁其實今日銅鑼灣可以成功開啦。咁其實我唔張 Sir 咧喺之前都有啲開心的事情發生，原先我哋今日都有會請我哋媽媽過嚟嘅，咁但係點解冇過嚟咧？就係因為佢哋做緊白，即係做白事。咁喺呢段期間，咁我婆婆都好不幸地過身啦，我同張 Sir 婆婆。咁在此時此地此刻，咁我哋亦都冇因為悲痛而去放棄我哋夢想。今天我哋亦都係忍痛去實現咗我哋另外一個夢想。咁我。其實真係好多謝大家嚟臨，亦都想借大家掌聲去俾喺天國我哋喺天國生活嘅婆婆，好唔好啊？好。好，到最後啦，咁好多謝大家嚟臨，祝願大家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thank you。婆婆一定會見到你今日嘅成就嘅，咁咧嚟緊就係我哋嘅剪彩儀式啦，我哋有請咁多位主禮嘉賓上前同我為我哋嘅音樂堂剪彩嘅，可以捉住一個蝴蝶，跟住就可以突然間數一二三，之後就可以剪落去噶啦，我哋準備好先嚇。好啊 ，thank you。哎呀，我哋講一啲功課嘅詞好唔好啊？祝音樂堂啦，生意興隆，大展宏圖。我哋而家影多幾張相先。我照佢，你影多張相先。係，攝影師。
盡量賣少少，可唔可以多撳一張？係。咁我哋而家數一二三就剪落去啦喎。得啦，點解咁樣？係嘛？係會唔會有記者需要影相嘅？好似啊，得㗎。你要定一定。好似係記者，我係記者。係，請記者上前影多幾張相啊！Thank you, thank you. 好，唔該。所以家姐都算錯，好錯啦！大家好緊張嘅時刻嚟，我哋開酒。天空神地，好，我哋掃。哇！好厲害！我有啲浪冇錯，我哋都有準備嘅杯俾各位嘉賓嘅，我哋可以一齊祝酒。走不罪人，喺度鬧。